2004年，我们的故事从一张设计图开始。你带着对新家的想象而来。我想做一个活泼一点的长辈。告诉我们你对未来生活的向往。小一点柜子，弄出个故事吧。我们把你的想象勾勒出来。好的设计，懂你的生活习惯，懂你对美的追求，更懂你未来的成长。把少数人的定制变成多数人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一群人一直坚持做的一件事。一切从服务出发，一路点亮万家灯火，成就你我家居梦想。